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侃侃而谈的新的系列节目漫谈党文化。大家好，最近呢有观众可反映我们对这个嘉宾不够尊重。有吗？当然了，人家说你们嘉宾请过来一点都不介绍，那我们就从这一集改正好不好？好啊好啊。那今天呢我们有幸请来了嘉宾张天亮先生。张先生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他是中国问题专家，那么呢他也在大纪元上发表作品，发表很多文章，大概现在有近百万字了吧。其实字数多少倒没有那么重要哈，主要是讲话有道理。那我们就这一集就看看这个张先生说的是不是有道理。我们这一集谈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个场景。好。哟，还没吃饭去呢，看什么呢那么入迷？大纪元时报。大纪元呢？我跟你讲，这报纸真不一般啊，净报人家不敢报的新闻，把共产党干的坏事儿，几个底儿朝天呢。嗨，这大纪元吧哈，原来我也常看，可是呢这一说共产党吧，一点好事没有，你说这也太不客观了吧。反正我挺爱看，人家报的可都是事实啊。哎，你别误会啊，我没说他说的是假话，谁都知道这共产党不是东西，可是他横不能一件好事也没做过吧。啊，你说这什么事儿他不得一分为二不是？哎，很多观众看了这个场景可能会乐了，因为这确实是很多人在下面的想法了。是，其实我觉得乍一听上去这也有点道理，因为很多事情它都有好坏两面。那么即使是坏人他也应该有一些优点。张先生您怎么看？对，这个事情就是像你说的，乍一听很有道理，但是呢仔细琢磨的话是觉得它有问题的。哦，哎，你比如说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一个常识，假如说有一个人是个杀人犯啊，他在这个法庭上受法官审判的时候，他绝没有权利跟法官说法官大人，我要求你对我一分为二，是吧？我小时候曾经参加过什么公益事业，植过树什么之类的都不重要了已经，因为当他犯下这个杀人罪的时候，杀人偿命，按照这个法律来说呢就已经可以给他定性了。哎，但是张先生我有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例子好像你一个单人的这个杀人犯的例子和几千万的这么一个政党好像还不能够类比。你比如说有人就会说共产党它特别是近20年呢，它对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贡献呢，以及很好像这个最近的我们的外汇储备很高啊，再有呢就是确实也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首先我想就是说，如果按照政党和国家这个级别来进行类比的话，我觉得可以类比一下就是这个二战以前的德国。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1929年到1933年的时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经济大萧条，是吧？当时这个有很多国家人甚至都饿死了。那么在1933年的时候呢，希特勒成为德国的元首，在成为德国元首之后呢，以他的这种经济政策，就使德国的经济在连续多年之内，每年以100%的速度增长，有这么高？对，非常高 ，GDP 增长速度非常的快。那么同时呢，这个由于这种经济增长的拉动呢，使得德国的这个失业率从30%降到0%，等于说每一个德国人都有工作可以做，是吧？那么而且德国当时的这个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因为在一战以后，由于德国是战败国，是吧？英法列强对德国来讲是很歧视的，就是要收他的赔款。但是在这个希特勒当了元首之后呢，我们知道德国成为一个欧洲的强国，特别是在1936年举办了这个成功的举办了柏林奥运会，那么使得很多国家对他刮目相看。所以呢，当时希特勒还有很多就是很好的经济政策，比如说他这个当时德国的高速公路的修建，那都是可以起降战斗机的，那非常好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是吧？当时德国很多这个地铁的这个挖掘都是希特勒完成的，而且希特勒呢，他当时说要让德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轿车，这就是德国当时有一个叫 Volkswagen， 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德国大众，就 Volks 就是人，哎 ，Wagen 就是车，就是说它是德国大众的这个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汽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希特勒当时在对德国的经济推进的话，实际上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知道，不管他在经济上做了多大的这个努力，那么在军事上取得多大的成功，那么有人说他是一个军事家或者经济学家，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他发动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造成了全球有9000万人的伤亡，造成了4000亿美元的这个损失。那么同时呢，就是他在集中营里边对犹太人这种残酷的屠杀，有600万犹太人这个因为二战就是在集中营中失去生命，这些事情就足以给希特勒定性了。所以今天你要是到德国去的话，没有人说我们要对希特勒进行一分为二，是吧？而且包括在现在，如果你这个有纳粹的标志或者是对希特勒崇拜，这都是违法的，等于是。这倒让我想到一个例子啊，我看过一个电影，是德国的。那他那个主角呢，是这个也是一个犹太人的集中营的一个监狱长。那这个人呢，他本身在下面是一个
很有名的孝子，大孝子。另外呢，他教育孩子也很正统，那对这个妇女啊，这个很绅士的那种，修养很好。但是他一回到集中营，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犹太人的种族有问题，他就可以非常残酷的去杀那些人。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你怎么对他一分为二？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德国离我们还是比较遥远的话，因为德国跟中国没有直接开战，在二战期间，我们再拿日本人做一个比例哈，就是日本人我们在去年都有这种反日的大游行，就是对要求日本对这个二战这个罪行进行反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日本他在中国并不仅仅做了杀人这一项工作，是吧？他在这个尤其是在东北三省，他办了很多的实业，比如说他这个开工厂啊，开矿业呀。那么一直到这个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当时东北三省的这个老工业基地，那么很多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底子，是吧？包括当时东北三省是全国铁路网最发达的地区，那都是日本人给弄的。那么包括在南京大屠杀之后，日本在中国也搞了很多文化活动，比如说盂兰盆会啊，我们到南京秦淮河两岸看一看，那也是属于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大上海，是吧？那也是朝朝饮宴夜夜笙歌的地方。那么我们要不要感谢日本人对我们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呢？是吧？我们好像没有人这样想，是吧？因为日本人有南京大屠杀，有七三幺部队，是吧？有他的三光政策，而且这一场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2000万军民的伤亡。那么就这些事情本身就足以给这个侵略战争定性了。所以回到共产党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共产党在这个夺取政权之后，它造成了中国8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那么其中4000万人是被他屠杀掉的，那么4000万人的话是被活活饿死的。那这个屠杀的这个数量来讲，超过纳粹这个德国法西斯的这个10几倍，是吧？超过日本人的4倍。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又出卖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两件事情本身的话就足够给共产党定性了。我觉得刚才张先生您说的这些都是蛮有道理的。那我自己想，很多人他认为这个一分为二啊，还是因为他对共产党做的事不太了解，或者不太，比如说他不太认同你说的这个杀人啊或者什么的，或者呢他看不太清。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反正他的想法中可能认为共产党即使做了一些错事，但是他还是做了好事，而且甚至是有改良的可能。其实就是说，很多人现在有这种想法，主要是因为自己生活变好了，就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就是共产党的这种经济发展呢，它有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条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共产党管理的结果，不如说是共产党不再管理的结果。哦，怎么说这个？你比如说哈，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首先是在农村搞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啊，是啊，实际上的话，它就是共产党放弃了对农民的管理，因为在那个改革开放之前呢，农民种地种什么，这都是共产党说了算。还有一个就是统购统销，就是说你这个粮食这个销售啊，完全是国家统一的来包办。那么当这个进行这个联产责任承包之后的话，等于说你爱种什么种什么，你爱卖什么卖什么，等于是对他的这个经济农民不再做束缚的时候，农民就自己就富裕起来了，是吧？那么在城市改革的时候呢，当时有两个词也是当时大家很流行的词，一个叫政企分开，一个叫简政放权。如果说白了就是说政府不再干预企业，也就是共产党不再干预企业，然后呢让企业自己来决定怎么生产怎么进行销售，这样的话呢城市经济就发展起来了。所以说这个是一方面，就是共产党松绑造成的经济发展。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要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它这个带来的是巨大的道德成本和巨大的生态成本。从这个道德成本上来讲的话，中国现在有蓝色经济，就是海洋走私，是吧？有白色经济，就是毒品，是吧？有黄色经济，这是属于色情产业；有黑色经济，就是由地下黑社会操纵的这个娱乐业带来的这种这些的话，都给中国的 GDP 实际上是贡献很大的。但是它带来的这个人的道德水平的这个下降，这个道德成本也是很大的。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这个生态成本实际上是也很严重。这个生态问题专家郑毅先生呢，曾经做过一次这个计算，说中国的 GDP 假如说每年有10万亿到14万亿的话，但是呢，它的生态成本是30万亿。所以在这个改革开放就是已经十几年之后的话，中央曾经有一次开会，他们就讨论，他们说即使是把现在所有的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这个财富全部投回到治理环境的话，也买不回那个蓝天碧水，就是这个生态污染非常严重。所以你看我们在当时申奥的时候，这个北京是说我们要花1000亿美元去洗蓝北京的天空，你想光洗蓝北京一地的天空要1000亿美元，你如果把全国的天空全洗蓝的话，你需要花多少钱？你把这个水污染都治理掉需要花多少钱？所以中共它的经济发展的话，它是以牺牲后代子孙的发展空间为代价
而且他这个好事，而且也其实不是他做的，因为我想很多外资去中国投资，他是看中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对，实际上也不是共产党本身的一个什么功劳，是大量的人口在那儿。对，是这样的。其实，在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共产党他自己做事情呢，他也常常不一分为二，他常常把事情做绝的，是吧？比如说他在这个正反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对原来国民党的这个官兵一分为二呢？是吧？你在这个迫害这个刘少奇和这个打倒这个林彪、邓小平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怎么不对他们一分为二呢？是吧？你今天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我怎么一句好话都没有听你说法轮功，全部都是诋毁法轮功的话呢？所以就是说，我们从他这种表现来讲的话，我们觉得他的这所谓的一分为二，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维持他的统治所找的一个伎俩，就是说让大家对他能够有一定程度的认同，是采取的这样的一种策略。嗯，看来他对自己是有时候是讲一分为二，比如说毛泽东那个三七开，对，是吧？对。不过张先生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您刚才说的是事实，我承认，但是我们回到一分为二这个本身来说，难道您不认为一分为二这个作为这个辩证法来说，它还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式吗？是，这个辩证法呢，就是说如果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的话，是没有辩证法的，它是一个西方哲学的概念。对，中国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跟辩证法能够对应起来的一个概念叫相生相克，这个是道家的一个就是看法，就是因为道家认为宇宙的产生是由阴阳两气的相互作用产生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万事万物在产生的时候都有阴阳，那么表现在表面的话，比如说有好看的有不好看的，是吧？美和丑啊，善与恶呀，这个事情是难呢还是容易啊，这个东西是高还是矮呀，等等，这个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即使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相生相克这个道理来讲的话，在有些方面的话它也是没有一分为二的，它是有一个严格的界限。什么界限？你比如说按照这个中国的这个佛家的这个理论来讲啊，我们都知道在佛教里边有一个词叫做十恶不赦。什么叫十恶不赦？就是说当这个人做坏事做到十恶不赦的这个程度的时候，那就是绝对要把他就是打到地狱里边，甚至是销毁掉的。那么对，就是说等于是他一旦罪行犯到不可原谅的程度，十恶不赦的程度就不再一分为二，所以这个也是其实符合中国传统的观念。哎，其实啊，我觉得这个不管是辩证法也好，相生相克也好，这些理论的东西，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比如说直觉的，我看着一个人他老是在杀人害人啊，就是做了很大的坏事，那确实对我来说他的这底子就是坏的，我即使把它分成二了，那其实两个都是坏的。哎，看来我们讲的这一分为二还不如方威这不分为二。观众朋友，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欢迎您来信跟我们讨论。那我们的电子信箱是 talk@ntdtv.com。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张天亮先生做我们的嘉宾，我们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希望下次再和您再见。再见了。